静静的小镇，这里就是吉丹岛，漂亮的耶。我退休后想要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是啦，你没有钱买照相机吗？啊，不用，直接这样拍，他用 D 卡的吗？啊，还有药房哦。垃圾是很多的。涨是有目的的吗？什么时候需怕他张头的淹掉那个岛。嗯。警察局。这个。这个是警察局。哦。罗黑马没事啊。罗黑马是很像谦虚这样子的意思。谦虚呀。嗯。啊，洗呀，洗是可以，不过那个照片会很不漂亮咯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这样的咯，因为它的 megapixel 不够嘛。壮观的景色。啊，我是读大众传播的嘛。Gracias.